韓國多個人氣歌手同團體喺 SBS Super Concert 香港站結束之後就陸續離開香港。呢日大批粉絲都大齊架餐喺機場守候啊！機場都用鐵馬隔開咗米幾闊嘅通道，嚴陣以待。男團 Winner 率先現身 ，fans 就即刻激動尖叫啦！佢哋都好識做，沿路向粉絲揮手。冇幾耐之後，馬馬虎都以一身輕鬆嘅打扮出現。喺佢哋行咗入門之後，大批粉絲都即刻移步到另一邊，繼續追逐偶像嘅身影啊！除咗韓星之外，呢日仲見到余香瑩同助手現身機場，戴住黑色帽同口罩嘅佢，見到記者都冇乜反應，繼續默默咁樣辦理登機手續。過咗一個鐘左右，陳家洛都戴住黑色帽現身喎。咦，乜咁啱啊 ？Hello， 去泰國，唔係同啲同事去做嘢，好緊張嚟㗎，冇錢費啊嘛。拍嘢，去吧。反应咁紧张，唔通你同人约好咗前后脚嚟机场？